董书记进来我们这个实验室之后呢，我先给他介绍了我们的自主研发的海洋观测装备，以及我们构建的海洋立体观测网。在下面呢，就跟他汇报了我们正在牵头建设的海洋大数据中心的相关的情况。董书记呢，对我们这些海上 这种观测网当中呢，用到的这种装备呢，也很感兴趣，对我们的这个东方红系列科考船以及无人机都提了很多的问题。董书记对我们做的海洋的这种科研里面的很多的细节了解得非常的清楚，比如说海洋的观测，还有无人机观测、海基观测这些方面，董书记都提了很多专业的问题。董书记呢非常关心海洋，这使得我们对在做这个海洋的这种相关工作的之后呢，就是更有信心、更有干劲儿，可以就是说更 更加投入的去坚定的把海洋这个事业走下去。在董书记的鼓励下，我们定将为我们国家的海洋卫星遥感事业以及无人机的所属的空基遥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